所以讲，咱一日内底有偌侪变化。其实变化毋是毋对，变化毋是毋对，是惊咱咧变化的时阵，咱毋知影咧麻烦，是惊咱毋知影。所以讲，你要做吼，咱若咱这种吼，当然这内底要做讲讲着，匠心甲不无差，但是拄啊差袂，差一个地，哎，剩诶拢无差。我这两年啊，剩诶拢无差，未干哦。所以讲，咱即个合作就是要互五五的拢有清楚了。即个是足大诶重点，有清楚了，毋惊去做歹，是惊咱毋惊咱去做歹。你若清楚了，好坏知道了，安尼一切就清净，一切就清净了。咱若要讲一句卡，你即个家吼，咱安尼做参考啦，当然这是过去，也应该是党务组书讲的嘛，反正都。想出来就把我做出共的吼，贪嗔痴伊嘛是吼清净的不行，类似这个道理啦。我要去除贪嗔痴，其实贪嗔痴已经共啦吼。当然爱去除，啊，我有贪心爱去除，我有啥物心爱去除，但是有顺达心先嘛。敢有迄个贪婪有通去除？敢有迄个嗔恼有通去除？敢有迄个痴恼有通去除？啊，我讲我都有痴的，啊，有痴要哪去除？其实这是一个问题哦，咱大家想看卖。我做有钱的人，哪落要咱大家去嫉妒？甚至讲我这种贪心的人，免哪贪心嫉妒。若有贪，安那去拢去袂掉；啊无贪，免去也去。哦，这内底就有一种吼含义啦吼，这种含义咧，咱讲啥咧？袂敢讲。你若有毛，啊贪心起，你对不了。啊，若无毛。你贪有可能嘛？毋知咱家己咧贪。但若甲咱人一个心境，已经起了，要安怎讲呢？已经有一种个，吼、哦，等于讲卖啦，意思讲卖。但若甲一个人咧卖，不知道他在做什么的时候，啊，若安尼，伊要哪嫉妒也无卖，要哪嫉妒也无卖，无可能。但若甲伊无个时阵，伊倒无卖，啷个嫉妒？即哪像讲咱，啊，迄个就今仔日拢嘛咧比喻嘛，咱个啊一条鱼尔。本来就一条鱼尔，但是因为我的目睭有问题，但看做有两条鱼尔，边仔阁生一条船。因为我的目睭生异啊，拢生啥物？咱若想，咱要安怎用办法去把第二条戒掉就消了？阁用尽所有办法，拢无可能把第二条戒掉，戒袂成啦。你阁安怎用功夫，拢无可能。为甚物今年伊都无？啊无会变，咱也消了。啊，所以咱的目睭若好个时阵，啊，就一条鱼尔，有较清楚个，那叫做。当然无，到第二条鱼鳞要写没有。啊，到若卖的时阵，卖的时阵就讲我刚刚看都看两粒啦，两条鱼鳞啦，都刚刚看拢是安尼啦。啊，若安尼你若看，要哪写？我用尽办法啦，我要把迄第二粒写落来，咱看写落来，伊看就写落来。因为我这目睭有毛病，安怎写拢写袂来。同款，咱人心若咧卖的时阵，怎啥物拢总无大改，什么都改不了。咱若到咱家己清楚了，你免改家己就好。很多都是这样嘛，从咱伫即个当中个慢慢去体会咯。哦，迄、那个一念思量明会变化，伫一念思量个当中，咱咧变化，咱家己爱清楚。咱家己若毋知影，我这样做是我的心个变化，安尼咱会去用百变个。其实毋是去用百变，是去用家己百变。咱会去用一切因事物百变个，啊，其实是因为咱个心生出了一个想，了家己咧百变。如果咱若无多人去了悟的话，咱真正去学上生活当中的一念头咧走呢，咱是毋是足自然的？咱看到好的，看到歹的，听到好的，听到歹的，咱的心一，吼、哦，是毋是会叫有？为啥会叫有？因为咱无多人回避到悟，原来一切该不离自性。一个开悟人，他就清楚了啊，一切拢是自性在变化，无欢甲累，无好甲歹，是咱的自性在变化。你若回来起，伊就歹心，无伊就歹个感觉，真正是安尼。一切若无经过咱的心去来认定，无迄个物件。所以讲一切没有，有做过个无？哎，心心即种种法心，心变即种种法变，我无一不离一变的。一个开悟的人，伊就有即个体会哦。我无一不离的建立，外口无一项物件，咱建立袂。意思讲外口无物件。我外口遐尼济物件，你讲无物件，感觉足奇怪。
怪。哦，伊讲所有物件拢讲是伫自家心内底啦，无外口无另外个物件。所以我讲讲无三界啊，嘛无三界可存。这是佛经内底有这种道理啦吼。咱来讲有啊，有界、色界、无色界啊，天堂、地狱啊，等吼遐尔济，但是讲拢无这物件。偏偏大人讲吼无三界，无三界可存。啊，为啥咱来讲，因为一切都在自性当中，没有另外再有三界。你哪个有三界，还是因为我们的心显露？咱的心哪会显露？没有天堂，没有地狱。哎，咱来对真理对坚定啊，咱卖甲看伫外相，看伫外相，咱无法度人去体会，就做伊咧讲。千百亿化身的意思，咱若来看伫外口，咱无法度体会千百亿化身的意思。咱来把所有因缘因素，我一切一切拢做到回归到自性当中，咱就知影讲，原来一切都是自性显化。爱往去体会到一点，咱若我都去体会一点，你经典内底出一个意思啊吼，咱就较容易去深入，较容易去了解吼。所以讲，你来讲讲，思量或思考的地方。思想或思考的地方，啊，这个地方在讲啥？